咩 chat room 嚟噶？用你的生命换取聊天时间，每六秒一日。用你嘅寿命嚟换取聊天室嘅聊天，每六秒换取你嘅一日，你信唔信？其实互联网嘅发明真系几伟大，我哋可以上网得到第一手最新嘅消息，亦都去到世界各地同唔同嘅朋友联络，真系不可思议。而阿輝嘅面前嘅連線嘅聊天室，究竟連線去邊咧？同埋佢同咩人聯絡咧？或者嗰啲究竟係咪人類咧？我哋係唔知道。如果你阿輝得到呢個網站，你會去試下咧？不如咁咧，我哋一齊去奇幻潮嘅世界裏面睇阿輝嘅抉擇啦！幾得意啊！我 kick 入去睇下先。歡迎你登入未來聊天室，我係未來精靈。未来所有的事我全部都知道，有问必答的。是不是真的有问必答先？当然啦。那哪一个这么无聊整这个 chat room 出来啊？商业秘密王。切，又说问什么都可以的。这里只可以 check 未来的事的，你要守这里的规矩啊。那这样吧，如果你想知道明天发生什么事，问我就知道了。喂，伟哥，你有冇 download 到宋朝嗰 part 啲录史啊？我开唔到个快脑啊！唉，冇啊，呢啲嘢你考试嘅时候先睇咪得咯。听日咪考咯，你唔系唔记得系嘛？乜啲人要考试咩？听日考 Professor U 个科啊！哎呀，哎呀系，我唔记得咗添。原来听日要考试啊，但我又未温，唔知温唔温好。你淨係温聽日要考嘅題目咪得咯？鬼唔知咩？咁我夠想啊，知道聽日嘅試題係乜嘢啦？聽日咧就係2005年2月1日，總共會考兩題題目。第一題就係比較儒家同埋法家嘅人性論，第二題就係宋明理學嘅背景。喂，係咪真㗎？信唔信就由得你啦。还掂都死嘅啦，搏一搏啦！各位同学，可以开始作答啦，而家计时啊！哈哈，好死啊！我嗰啲先系坚料啊！点解佢会估中晒嘅？仲见个青楼生神仙喎，唔通佢识得 Professor U 知道考啲乜？中意睇踢波嘅你，记住今晚收睇 TVA 电视台卫星独家直播，巴西对科威特。不如问下个未来精灵，睇下今晚巴西场波赢几多粒，顺便睇下佢系咪有料到都好。如果佢真系有料到嘅话，咁我咪濑嘢。
佢話六秒咧就一日，如果同佢傾偈一分鐘嘅話，咁我咪唔見咗十日。唉，咪啦，問下佢，我有幾多歲命好啲？喂喂，今日考試考成點啊？應該全部答啱曬啦。係啊係啊，有啲嘢我想問下你噶，其實。我本身有幾多歲㗎？你而家我扣曬你條命咩？放心啦，嗱，根據記錄咧，你一共會有85歲命嘅，仲可以慢慢同我傾都得㗎。哇！我而家先21歲，哇！咁咪有成60幾歲命咯，大把時間，冇所謂。咁啊，我有嘢想問下你啊，今晚咧巴西場波咧，巴西會入幾多球啊？咁你錯啦！今晚咧係科威特贏，仲有3-0添。唔係啊嘛，你作嘢啊，都唔好作到咁大啊！我冇作大喎，今晚係科威特贏啊！嗱，上半場臨完場之前咧入咗一球，下半場10分鐘40秒再入咗一球12碼，37分嘅時候再頂入多一球，不知幾咁精彩啊！哇！你使唔使咁清楚啊？连几多分钟入球都知道。如果我连呢啲都唔知啊，点叫未来精灵？我仲知道咧，今晚呢一场波会累死好多赌波嘅人噶。咦？如果今晚我买科威特赢嘅话，咁我咪发达？喂喂喂！拜拜。哇！呢场波咧，估唔到啊，可以踢到而家仲系细分零零。中柱啊！唉，真系好可惜啊！呢球波啊，真系攞得靓啊！一黐落嚟嗰下一射啊，真系冇得顶啊！好啦，上半场都就嚟踢完啦喎，科威特嘅球员咧就喺左路策动呢个攻势咯喎，呢个前锋萨哈爷左路推进，大脚一射，入啦！科威特嘅球员喂，咁高质素，你话乜嘢啊？真系细估唔到啊！先开纪录嘅会系科威特，佢哋而家暂时领先1-0，系波就完噶啦。阿叔你点睇先？足球就是这样的啊！哇，我讲住啦，波利特嘅前锋萨哈爷摆动蛇腰拉入禁区，巴西门将迪迪一击12码 ，yes， 12码，咁样出嚟，识唔识波噶？咁都出12码？用咗乜嘢啊？哇，领先紧2-0嘅波利特队又有攻势啦，右边底线传中啊，前锋萨哈爷一击3-0，呢头你点睇啊？唉，估唔到去到下半場嘅37分鐘啊！真係37分鐘，巴西3-0啊！真係一屁都係眼鏡啊！哇！上次同個精靈傾咗都冇10分鐘，最多咪俾佢扣2-3個月命。哇！咁咪贏咗20,000蚊，真係抵到爛啊！喂，今晚咁多寶啊，4800萬中咗啊，使走啦！4800萬。哎，老友，我想问下金多宝今晚几点开啊？8点半咯。7点钟。咁几点截啊？8点啊，问，唔好阻鬼住啊。系咯，阻住发达啫。点啊？今次系想倾咩啊？你快啲话俾我听，喺2005年2月3日六合彩嘅号码系几号啊？我冇時間啊，快啲講啊！你問嚟做咩啊？你唔好理我啦，你快啲講啦，我冇時間啊！啊，係喎，今晚金多寶獎金累積去到4000幾萬咁多，根據記錄，頭獎好似得1票中㗎。哇！1票獨得，咁我咪可以一個人攞曬4000幾萬咯。你快啲话俾我听，究竟我6个 number 系乜嘢啦？咁啊，你听实咯，7号、11、13、21、22同埋38号。喂，咩事啊？乜事？今晚阿妈生日啊，你应承咗过嚟食饭噶嘛？人哋8点钟开席，而家7点半啊，你都仲未到，搞错啊？七点半啊？
喂喂，我唔同你講住啦。你阿媽嗰度咧，我下次同你食飯啦。禮貌後補啦，好唔好？係咁啦。拜拜。喂喂，唔係啊嘛，依家呢個時候壞 lift。一架的士都冇，个个阻我发达嘅，又要靠自己。最后一个投注的人，祝你好运。喂，今晚咧中意饮几多咧？全部入我数啊，唔使食全部荷包。反正我啲荷包装唔晒我啲钱。你都赢咗几万蚊波，就咁鬼嚣？系唔系噶你啊？系咯，哎，冇理佢，饮杯。所以话你哋唔识嘢，我中咗八位数字啦，八位数字，今期六合彩嘅搞珠号码分别系七号、十一号、十三号、二十一号、二十二号、三十八号，特别号码系三十七号，头奖一注中，派四千八百万。喂，叔叔，头奖一注中，你中咗四千八百万，我咁我撞到你下去叫多几 round 啊？系咯系咯，好问题好问题啊！喂喂喂，各位兄弟啊，今晚酒水啊、啤酒啊，全部入晒我数啊，好唔好？系啊，喂，老友，我话咗我请你饮酒喎，你唔系咁唔俾面而家走系嘛？我走唔走关你屁事啊，傻仔！哇，你个人都几冇礼貌喎，喂！咁啊，走先啦，坐低啦嚇！三唔識七，你請我就要飲噶啦。嗱咁啊，你飲埋呢杯佢，我俾一千蚊你。錢喎，錢我都大把，錢唔係萬能噶。用處理啊！我几时走得啊？唔系唔走得，每个人揾一个人嚟保释你哋，保释金一千蚊。哼，咁少咋嘛 Sir？ 我以为每个人十万蚊添。你哋快啲揾人嚟保释啊！但你又唔走得，一揾人告你蓄意伤害他人身体，而家留翻警署协助调查。都唔知班差佬點搞嘅，搞咗我哋一日一夜。明明我尋日有攞錢噶嘛，而家遲咗一日發達。喂，等陣，喂，唔該，我中咗頭獎嘅，係咪要登記噶？哦，好好好，我而家即刻過嚟啊！嗯。
阿伟，你冇事啊嘛？冇事，有咩事啫？俾架车撞一撞啫嘛，唔死得嘅。我而家行紧运啊！哇，啲天气咁冻，你哋一人食雪糕，一人一支啊？系啊，系啊，嗱，预埋你啊，预埋你。哼，食得唔好嘥。嗯，嗯。喂，系啊，我而家做个头奖啊，系啊。中你个头啊！喂喂，哎呀，你到底成晚去咗边啊？阿妈生日咁大日子，你都唔出现，你知唔知佢好嬲啫 ？Call 极你又唔复喎，系咪又同你班猪朋狗友去咗劈酒玩通宵咁啊？叫咗你唔好饮咁多酒，出咁多夜街噶啦，佢身体又唔好，讲极你都唔听，激死人啊！喂呀，次次闹亲你都冇反应噶，你出句声得唔得啊？喂，哎呀，你两日死咗去边啊？啱啱上嚟揾你又揾唔到你，仲有啊，你啲嘢乱咁摆，一啲手尾都冇。嗰部电脑啊，到而家都仲未删啊！喂，喂，喂，用字你啊！受数扣尽 ，certify。多谢晒。究竟知道未来系咪一件好事？我自己覺得一半一半，如果幫到人的話當然是一件好事，不過如果讓我選擇的話，我寧願不知道，因為我覺得做人就是這樣的，今天不知道明天的事，每天就好像拆緊一份神秘的禮物，這樣才有意思的嘛。如果每天都知道，那就很悶。剛才故事的主角就在網上世界預知未來，其實現在網上世界千奇百怪，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收過一些連環郵件，說如果將這些郵件傳給十個人的話就會帶來好運，如果不傳的話就招致惡運。究竟這些郵件所說的真還是假呢？今天我們請到堪輿學家麥玲玲師傅跟我們講一下這方面的問題。玲玲你好。你好啊。不知道你有沒有收過這些郵件呢？其實都有的，而家好多噶。除咗呢啲郵件之外，其實喺啲電信度嘅電話度都會有接到啦。佢會有個時限性啦，有啲人物俾你規定啦，咁叫你寄出去。如果唔係嘅話咧，就會帶來惡運嘅。咁其實喺我哋玄學上咧，呢個似乎一個心理嘅影響大啲，因為真正嚟講，就算你傳咗出去或者唔傳出去，我自己相信嘅影響力係唔大嘅。所以嚟講咧，如果你有信心嘅話咧，其實即刻 delete 佢都得。我又想好奇咁問一下啦，電郵地址咧會唔會同我哋住屋好似有啲關係啊？會可以睇下風水啊，或者係同我哋改名有啲關係，改一個靚啲嘅 email address 咧，就對我哋嘅運程會好啲咁嘅。嗱，呢個有少少輔助嘅。咁首先咧，就一個人嘅運勢咧，其實受到好多嘅因素影響，包括祖蔭啦，包括自己出生年月日時啦、命格啦。咁所以名字又或者係呢個電郵嘅地址咧，只不過係其中一個好少嘅環節。咁其實如果你話電郵，我哋多數都以英文為主啦。咁我哋只能夠咧喺學理上咧，用佢嘅形狀去到做一個嘅推測或者估計輔助。咁譬如一啲以直線為主嘅，我哋譬如 I 字啦，我哋會當佢屬木多啦。如果以橫線為主，譬如 E 字啦、H 字啦，我哋會當佢係屬土多啦。而一啲曲線為主嘅，譬如 B 字咧，我哋當佢屬金啦。O 字呢類字咧，就當佢屬水啦。咁而尖多嘅，譬如 A 字、M 字咧，就唯有當佢屬火啦。咁你就要睇下自己出世嘅季節，自己本身嘅五行理乜嘢，用呢樣嘢去就。仲有第二個方法咧，就係話，如果你真係覺得某啲數字對你係非常之有利嘅，我都會建議你將啲數字加喺自己嘅 email address 前邊嘅。咁我哋上網嘅時候，需唔需要擲吉時嘅咧？嗱。
在玄學上咧，擲日佢有個作用嘅，因為在易經上我哋叫吉凶輪悔辛苦動，一樣嘢你喐動佢，佢就會產生一個動力，好同埋唔好。但係如果你每日都做緊同一樣嘢嘅，譬如我每日都翻工，咁我唔需要擲時間翻工啦。但係我第一日翻工，如果可以嘅話，擲時間係好嘅。換句話說，如果你話我每日都上網嘅，每一日嘅時間當然唔使擲啦。但係你話我今年係第一次上網，或者我希望係開工嘅時間，我未必翻到公司，但係我 log in 部電腦嗰個時間係重要嘅，因為好嘅開始係成功嘅一半。嗯，今日咧好多謝麥玲玲師傅啦，同我哋講咗咁多嘅建議噶。咁記住咯，呢一啲建議咧只係我哋參考嘅啫。陣間轉頭翻嚟咧，依然會繼續奇幻潮帶你進入一個奇幻嘅世界。